个睡姿。这床这么大，你床太软，枕头太硬。哇，外面一片热乎乎。你是拍我，不是拍外面。外面一片热乎乎，昏倒。早餐在新城的 Seven 吃早餐，等一下往花莲市走，大概20公里吧。沿途的好山好水，旁边就是山。今天早上很热，不过还好路边有树荫。你看，前面是出海口，看得到海了。今天太阳真的很大，哇，走起来特别的累。在树荫下休息，发现了一只蜥蜴，不知道会不会跑走。在路边买西瓜，老板娘来帮我们切。对啊，你这比较好吃啊。那你就不用没有地方切，这样就可以慢慢吃。肺火。妈妈蔡依婷吃西瓜没有洗手。认识你的土壤水质都要认证，不是认证西瓜。那西瓜采起来没几天就坏了，怎么认证？天气太热，我们11:30就来这边休息吃午餐。叫什么门市啊？金色门市，花莲金色门市。现在在过来了，大汉技术学院外面，这边有一个原住民的装置艺术，这边的话是大汉技术学院，大汉没听过。花莲站就花莲飞机场，里面是机场。花莲有机场吗？有啊，里面是花莲机场。这是航空站吧？嗯，我们等一下搭飞机坐一段好了。车很。花莲航空站对面是花莲国军花莲总医院，花总。我们已经到花莲市了，可是今天要住在寿丰的自学，所以还有15公里要走。9公里吧？14，还有剩14。好热，下雨。我们现在到花莲慈济医院，在这边。花莲慈济医院，花莲进食堂是慈济的啊，慈济的休息的修炼的地方。我们高雄也有啊，在同盟路。花莲慈济大学，还剩7.2公里，很近哦。真的很远呢。啊？很远啊。你的坐你的脚来。还剩7公里。前面那条桥是木瓜溪桥，我们过木瓜溪桥之后，大概就剩3公里。木瓜溪桥前面这边有一个灌溉水渠，水量还蛮大的，水压吧。木瓜溪桥。
这一段是木瓜溪桥二，刚那边是木瓜溪桥一，这边风景更漂亮。对面也很漂亮，有火旅店。现在大概六点，我从下午两点走到现在，终于到了。哦，那边没有钱呢。有火旅店。今晚要住的房间，目前柜台没有人。等一下他才会来。但是今天住的房间，幽活民宿，房间蛮干净的，也蛮宽广。幽活，我怪瞧不到。晚餐走了将近一公里，来 Seven 买一些，再来永和豆浆买煎饺。没有现成的，马上煎。